小票上让。来来来，过来过来过来，下播。妈，下播不来。谁让你又打 PK 的？我打 PK 还能错？我是不是跟您说过不要打 PK 啊？你说久了作数啊？你升职啊？我不是升职，我是不是说过不要打 PK， 不要打 PK？ 你说过，人家来找俺打你又怎么着？下播，快点下下播，干不来？快点快点快点，不要着。要不我跟手机睡了？不是，给你睡了，我给你关机。关机，我看我看，关机。你说多少遍不要打 PK， 不要打 PK 呢？谁跟你说多少遍？人家来找我，俺可能来不陪你玩玩啊，接人家。过点桥呢？不要着，不要着，不要着。桥子让人听见。你看你过来，俺到底还你玩你的，俺玩俺的。你玩你的你可以，我都说了不要打 PK。打 PK 没有错误啊。谁说你有错误呢？打架是好玩的，你会讲这想不打不打上魔主席来，你就我俩见到俺就我这听我你的。那你直播你不听我，你听谁呢？妈，就换要听你的。跟你说了，你要想赚钱，你就买货。我要不卖呢？不买就别玩。你叫我不玩的，这种好事啊，那这都听你的。卖货不懂啊？我问你了，你见不见报不吱声？人家都说了，你这老两口太丢人了，打 PK 这要饭似的。哪还这丢人呢？那都有人给我后台评论了。评论的，你评论你装看不见？你拿来给我看看。给你看，你能找啥孩子呢？我逮他个，我不服气了，他能说什么？俺这嘴下话呢，街上这就是的，连上票是，你怎么着？就是你，俺这个是玩玩过，你非要这样想法，你有多大钱呢？你怕人家说？我都打屁股嘛，人家刷礼物也不多，一天苦三块两块钱，你还怕人说？本来我们就这个穷人家，你也怕人说？你到底有多少钱？那不是怕人说，人家都给后台评论跟我讲了，我也跟你们说了，不要打 PK， 少打。你爸那么年龄了，你这玩玩你都凶他，你都是眼两个，你凶他干嘛呢？谁个凶他呢？你作为一个小孩，你我们好好讲，你说卖货他也不懂，他说问你你又不讲，你说他跟他无聊又睡不着，他不开玩玩又怎么弄？怎么这么管打个 PK 吗？你得好好跟他讲着。你们反正少打 PK 啊，少打 PK 啊！你说我丢人，这能叫丢人吗？不是我说的，老天们说我们这丢人，我们这算丢人吗？干几行你不连战票就干不成去直播。我告诉你，上天俺来我家那个号里跟人俩来打 PK 吗？你跟我比了，我可以。知道吧？你们是60多岁老头，我60多岁老头，人家看着我60多岁，还能刷点礼物过？我这那不能苦钱，对不对？算了，我这就是不能苦钱，我也在干几行。睡吧，叫人苦钱，我干这个。哦，睡吧啊！我睡，我这回头还得弄。你再看，我给你网断了。网断了，我不怕你断你网。别讲了，我算啊，你都问了，这打皮干的犯法，人家那分号。他是干嘛？不是犯法，你要想赚点零花钱，你卖货也可以，对不对？你卖一袋方便面赚个8毛的，是不是？俺也有面子。俺要没面子。得算了，不跟你讲，不跟你讲爸。